线怎么可以断掉呢？这边的朋友声音怎么这么小声？好，那我们先请他们跟台下媒体界的朋友们先打声招呼。大家好，我们是枪剑万枪兵士，大家好，美国人在。那我们当然还是要好好的请他们一个一个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跟台湾的媒体见面嘛。OK， 那你都不敢讲呀。Who the first day？ 我是灿龙。灿龙。我是李贤。李贤。我是春晚。哇，春晚。我是湘琴。湘琴。我是昌范，昌范，我是贺锦，贺锦，哇！那我们都知道说他们是第一次来台湾，但是呢，其中有人绿贤是已经来过两次了，对不对？다른멤버들이처음태만에오시는데럭셔씨가두번째만지금태만에너무좋으시죠제가5년전에한번왔었는데요그때기분보다오늘기분이더좋은것같아요他五年前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台湾，那比起五年前的时候，他今天的心情更开心更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其他的团员都是第一次来台湾啊，因为台湾出了名的就是好吃又好玩嘛。那他们这一次来到台湾，除了见到歌迷之外，有没有想要吃什么跟玩什么？다른멤버들이이번태만에오시는데혹시먹고싶은것이먹고싶은것나뭐가고싶은것이있어요超龙，超龙，小笼包，超龙小笼包，还有呢？还有什么好吃的？芒果冰，芒果冰，芒果冰，对不对？芒果冰啊，芒果冰，哇！那这一次应该希望他们来到台湾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说，他们今天晚上是第一次来到台湾举办他们的见面会，那他们现在的心情如何？이번에태만에와서첫팬미팅을하시는데기분이어떠신지서담이어떠신지좀말씀부탁드려요네저희가태만에이렇게처음왔는데요아까공항에서팬분들이저희를맞이해주셨는데되게반갑게맞이해주셔가지고요네그어떤저희를반갑게맞이해주시는그런열정들이라고할까요그것때문에오늘팬미팅도되게재밌게할수있을것같아요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台湾举行 fan meeting， 然后在机场的时候有很多 fans 到机场去接他们，然后因为他在机场感受到大家 fans 的热情，他也觉得今天的见面会应该会非常有趣。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的粉丝其实期待他们来台湾已经像有一段时间了，怎么等到现在才来？他们都在韩国忙什么？怎么这么晚才来？혹시요즘에한국에서뭘하고있는지뭐하고계신지좀말씀해주세요아저희가한국에서는또이제인프랜트가완전체로다음앨범컴백준비를하고있기때문에네멀지않아서저희완전체로컴백하니까많은기대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他们在韩国最近在准备他们的下一张专辑，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期待。